只要不吃亏的死打都能操作。一定要老老实实改变了，直接开疾跑，能 A 多少下 A 多少下 ，A 错了一下。说实话，这波不 A 错的话应该杀了，我 A 错了一下，我的，这波感觉是有机会杀的 ，A 错了一下。有点小炸，但是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我们的兵线马上帮助我们抢二级了，就看这个机械闪现勾了，好勾，那就很舒服。对的，我们一级是因为我的失误导致我们掉了太多血了，本来我们打这种手长组合就不好对线了的，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做的，就是我们先上线先 A 兵，我们就一定比对方先二级，然后这个辅助这波很关键，找到机会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结束自己的失误，提前帮我们弥补回来，我们就可以把这波线推进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对线期，打这种手比较长的组合结束对线期就非常舒服的，让机械勾让他们卡着，不没办法的，这个卡线鱼肉这辅助关键啊，这辅助可以的，可以直接靠的，对面都是，对面 AD 是没有闪现的，辅助也是没有闪现的，双闪勾到就肯定杀的。OK，AQ 就往前走就行了。吃个人头哈，尽量给寡妇啊，寡妇不要的话我们就吃了。就吃个人头最好给寡妇的，他是可以要的，他不要我也没办法。等机械扛完我们再 A 就好了，双控制直接 A 死就完事了。OK， 辅助闪没好的，本来我是想对面 AD 闪。马上好了，一级交的闪，闪应该是快好的。AD 这波有闪的，先往前走，压位置，让他闪不了。这波对面 AD 是一定有闪的，直接 W 挂就行了。因为对面 ADC 是0分50秒的时候交的闪，他哪怕没有带 CD， 他的闪也应该好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提前往不好前压位置。挖几级这版本是上单里面的一霸的兄弟们，有些观众肯定没有了解过，这版本的挖几级真的很强的，上单挖几级。贼肉，而且 ，nice， 只要不吃亏的死打都能操作。nice， 这是纯纯的就是装备优势啊，对吧？装备带给我们的优势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玩了，因为我们没犯病，我们拿到了该拿的东西，就很简单。寡妇这时候应该是战斗力最强的，等他喂一碗我们再熬，免得待会儿喂的时候。不好意思，这两天久等了，这把对面15点了。OK， 这把整体来说都打得很好啊。OK， 我们已经大师了，这好，下一把继续加油。大家觉得玩的不错的，可以帮小静点个关注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关注不花钱，感谢。OK， 已经大师了。接下来我们努力100分，好吧，100分的打，好吧，努力100分。我能来这波，可以来下喽。锤是空气人了，他们大爷在后面可以开了，我们大爷到了，看到我了，他们大爷在，直接开吧，他们大爷在的，先杀锤池，可是 Q 一全空了，我打 AD， 我尽力了，我拉满了，开一下，他回来，3-2-1，打，打不到个哥哥，隐居预判。
打野在中啊，我靠，蛇打掉了，来看，刀开尽量别换血哈，换了又被热的。放回来这不可以杀，放回来。那打野的，上半区的，对，在上半区了，对。那吸血鬼玩的很难受，看大爷位置去的吧，看到没有？大爷来了，哦，他没来了，懂？你这可以冲了去的，打了呀！你可以上了去的打，你可以上了去的打。还有进化也跑不了这位置，慢点追，随时扣空了。哎呀，就别换就行了，慢慢打就行了。对，他打野应该下的，我下的，先走，是的，他是够空了，我帮你挡一下，走一下，哎，可惜，哦，漂亮，可以，他把钩交了，可以开了，就打火，就打火，我的海洋，死了应该，打一滴。有闪吗？来追，有闪吗？追走了中华。砍点 ，OK。我他妈 DF 反的，这个逼他妈的玩这个号的。我得闭了，你能开艾克吗？开艾克我能飞的，我有 RW， 你看一下艾克，艾克脱节了，很残艾克。能开谁？开谁？他放 W 了，没事。打龙别免的，我能来这波，可以来下喽。全是空气人了，他们大爷在后面可以开了。我们大爷到了，看到我了，开吧，他们大爷直接开吧。他们大爷在的，先杀锤石，这是 Q 一全空了，我打 AD。我尽力了，我拉满了，开一下，再回来，三二一，打，打不到个哥哥，隐居预判。啊，没事，你推一下，你推一下。我把塔，你这不开他吗？没秒他在刚。艾克没闪。哎，可惜了，螺旋没到这个。拉一下，刚才放大了，接下一波。把桶 A 了，我把桶 A 了。好大，我没大这波，14秒。
平推吧，平推吧，伟大，追不了。这边先别推吧，打小龙吧，不给他们发育，别推。看一下可爱哥，可爱哥，我在看你，可爱哥。我也在看，我也在看，都在看你，可爱哥。真的不舍得招了，直接下路呗。啊？吗？这锤锤确实是个小丑，是吧？这锤锤真的有点太小丑了，是吧？小丑的不得了了，已经是属于丑黄了，已经丑的已经不能再丑了。